这也是在这几场当中用双位赢球，哇，先看这一球，这两个后卫都能够处理这个 pick and roll。哇，就跟紫薇过去打 SB 的时候很像，他比我高10公分以上。你在当时的联盟也算是常人，能有非常柔软的手感。林书伟的底线三分了，这个是他的主场，已经投过不少的三分了。不管是书伟、阿敏、凯燕，或是曼尼高，底线林书伟好球，连得5分。哇，书伟这个切入。但年轻的球迷可能不知道假爸是谁了，可以去翻一下 YouTube 的影片。对，这个是很难学的。对，湖人队的传奇中锋啊，林书伟这个小球给的精彩，苏世轩得分。哇，苏世轩到了国王队，声东击西，再一个传球，赖廷恩空中，哎呀！哇，虽然个子不高，但是篮底下只有他一个人啊。对，在旁边还好，感觉还气定神闲。对，比几位同样是跟他打四号位的学长来得更有攻击的企图心。哦，这是苏伟的拿手好戏。球给 Mullins， 来，这个球终于送给队友得分了。是采取一个1-1-3的区域联防哦，是。Mullins 三分外线也没人够得到他，今天不得了啊！哇，这个三分相当的重要啊。对。靠了两位洋将把球赛给打了回来哦。对，尤其是第三节哦，Mullins 的单节20分的表现真的是太神勇了。